界内鬼。三线二星高阶警官林明佐缓缓从廉政署走出来，被检警调查发现长期与博弈集团勾结，害警方迟迟逮不到幕后主嫌，怀疑他陷入集团美人计中。任林庆被告涉嫌包庇犯罪组织、泄密及违反贪污治罪条例之公务员财产来源不明罪等罪嫌重大，有羁押之原因及必要，也向台湾台中地方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获准。林明佐曾任刑事局纪录科科长，台中市与北市大队长，现任刑事局警政监，月薪才约120,000，但检警调查其名下竟有巨额财产，家中上百万的现金，户头还有2,000,000不明资产，实在不符比例。是否有额外收入或投资？检警深入追查，他疑似爱上号称全台最美的电竞联盟前董事长徐姓女子，多次以撒娇方式：“亲爱的，我老板问的那个事情有进展吗？有条子来找我。”我们会不会出事等泄露侦查内容，当博弈集团门神，将朝向组织犯罪、洗钱防治法以及赌博罪深入就办。林明佐沦为最大咖警界内鬼，目前被停职羁押禁见，检方认为徐姓女子涉嫌赌博、洗钱等罪嫌重大，以新台币300,000元交保候传，全案持续侦查厘清中。相信我，另外这线侦查